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二十回向品第二十五至十第十等法界无量回向佛子菩萨摩诃萨问云何为菩萨摩诃萨等法界无量回向现在我们讲的十回向品第十了十回向品我们讲了很久了但是耽误也很多最近一连向就耽误了六天吧这是金刚所王菩萨与这个法会大众称这些菩萨佛子啊云何为菩萨摩诃萨等法界无量回向这种回向呢平常的时候观想的力量啊人们的心的力量啊达不到但是我们从经文学习啊学习这个回向法界量有好大法界量是无量的无量的那你得先懂得什么叫法界法界就是诸佛的心也是众生的心界呢是升起反正心一动念就是无量法就是界就是升起心所升起诸法没有界限的你看我们这是妄想心你打个妄想一会儿这边一个妄想一会儿那一个妄想这个中间有个界限吗没有的这还是我们的妄心这个法界就是佛的菩萨他的真心他说正德的他说佛心吧说菩萨摩诃萨他所回向加个等字等法界说你的回向境界有好大那法界有好大你是回向的向往的力量啊就有好大我加个等字那么回向呢就是现在我们做任何一件事物把所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布施吧布施一块钱不论给人也好供三宝也好施舍众生也好这一块钱有限量很小但是把它入于法界我发现那这个量的无量了那能向者能回向者是你的心所回向的那个量就是法界量一切诸佛有好多诸佛等法界无穷无尽的是不是你所回向的法例如常问咱们前面讲布施道你所行的布施这功德有好大
无量。为什么？我说你完了施舍一块钱，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回向呢，就把所得的能向的是你的心，你这一块钱所得的利益，把它回向你所入的境界，这叫回向法。因为你布施的心无量了，等法界，那你所得的果德呢，也无穷无尽，也等于法界。因为什么？谁也不能把谁的心测量有好大。那就看你会用不会用。你要用到烦恼了，用到人我之见上了，那就很小了。以什么回向呢？而你知道回向就是智慧。有智慧的人他才知道回向，没智慧人不知道回向。那这让我们学了这个回向，差不多学习了3个月了。你学习才知道什么叫回，什么叫向。能回的是什么？是你的智慧。所向的呢是佛果，愿愿都要成佛。说你这个智慧啊，乘法界，法界无量，智慧也无量，说你那个法界的智慧等同法界的善根，你布施这是善根呢，做的善也善根，完了又把你所布施这功德能回向，这个心是法界心，所回向的果德也是法界果德，无穷无厌的。因为这个都是要理上说的啊，不要思上说的。但是讲到后边了，把理骗于事，所行这件事儿啊很小，但是一把它家里一扩散，把这事啊骗于理，理无量故。这个理就是什么呢？就是法界性，这就是理。所以回向的力量就大了，这就是等法界无量回向。而最后十回向的第十回向，就是你回向的量啊，把它变大一点。要么磕一个头，磕一个头，你磕一个头很小了，但是你家有回向的力量，一里骗十方啊，说十方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祝福，那这个功德就大了。再把它回向，向给什么呢？向一切众生，向一些受苦受难的众生。乃是堕畜生道的，堕恶鬼道的，不只管是人道了，一切众生嘛，那这个功德就大了，是这样一个含义。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以离垢正而系其顶，诸法思维。这个在十地菩萨他就离垢三昧，离垢三昧。现在十回向菩萨，他的智慧跟他所承担的立生的事业，这个量无边故，量无边。用什么形容？用那菩萨他这顶级啊，菩萨是有头发的啊，菩萨不是比丘比丘尼，他都拴上一块绸子啊，或者一块布啊，一种是庄严意，庄严意，那个叫离垢无染，离垢无染叫离垢正，清净的意思，以离垢来系其顶，住什么位置呢？法思位。十地菩萨是法思位，
那么十回向菩萨也进入法四位。法是从离垢而得名的，因为离一切尘垢而入的定叫离垢定，离垢定。这个时候法师说法入云入雨，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他的好处，叫法师位。这个法师跟我们世间学几句佛法讲几部经的法师位完全不一样的。以前我跟大家讲过，我们这是以法为师，这些法师为十地菩萨跟十回向菩萨，他是以此法施与一些众生，让一些众生都能得度。得度到什么地位呢？咱们现在讲了讲的《华严经》，从实信将发起信心，信满了入住，入住的时候插的位置就是灌顶住，在这个时候又发菩提心，又发菩提心，这时候才真正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是入解，入解，信满心登了初住位，初住位就是解位，解你了解了，知道自己心跟佛心平等味儿，相信这个心，从这个心上发的菩提心，叫做灌顶位，就是信解。光信还得明白，解就是明白，明白佛所说的教义的道理，解解。解了之后就要起修，修就叫行，咱们是修行修行吗？修就是把你这个心呢修理一下。咱们有时候对于人帮助别人，修理修理他，修理修理他，把他那个过患呢给他修理掉。这样子实行未满，他入了因陀罗王。咱们前头讲了，他那行啊，行行互摄，叫因陀罗王行。在这个时间就进入十回向品，十回向品就要以善巧的方便智慧，把做己所做的功德，把它扩大了一倍、百倍、无量倍。怎么扩大的呢？就像我们磕一个头，就是一个头嘛，用回向的力量，把这一个头灌响回向。回向什么呢？求佛果，上求佛果，又回向给一些众生，下度一些众生。回向含着两种含义，或者直接的就是回向一些众生，愿一切众生以此功德都能够成佛。也善巧方便的回向。后文了，将来讲到实地了，实地就证了究竟圆满果了。这样在回向啊，把这个回向的功德就扩大了多少倍，无量倍。像我们四个人家一块钱，但是你这一回向啊，这一块一元钱呢，可不是一元钱了，不是钱的多少，而是他所做的表现，所做的事业，那就无量无边了。那其他的一切法呢，都入世，是
说我们念一声佛，观想一声佛，但是你一回向，无量无边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念的是这样的念的，但是这个功德呢无法计算了。嗯，前头总说第十回向的道理，现在以下分别说啊。广行法师起大慈悲，难离众生于菩提心，常行要义，唯有修习以菩提心长扬善根，唯诸众生做调御时，是诸众生一切之道，唯诸众生做法障日，善根光明普照一切，与诸众生齐心平等，修诸善行无有修行，心静无染，智慧自在，不舍一切善根道业，诸诸众生大智商主，普令得入难言正道，唯诸众生而作导手，令修一切善根法行，唯诸众生作不可坏坚固善友，令其善根增长成就。这一共有十一句，前头一句啊，广行法师起大慈悲，难离众生于菩提心，这一句是总，这总以下嘛是由此开设的，有十句，有十句。嗯，那么其他的就是别。嗯，以大慈悲心，嗯，使一切众生都能难住，难住在什么地方呢？菩提心。嗯，这些就是说是菩萨发大回向心呢，起大慈悲了，让一切众生住于菩提心，说你的心呢住于觉，菩提就是觉，住到觉心上。那么有了觉悟了，这个时候你所做的事业都是摇移众生事业，你众生没有修行。这个慈悲跟利益众生这两种人叫广大心，菩萨的广大心，以这个大心增长善根的力量，能嘛调御一切众生都入佛道。前面那个广大心，这两句呢是第一个心，第一心呢，心正一念。嗯，他说菩萨说法的一众生，就像什么似的，法日普照，法呀所说的法，就像太阳光辉一样的，普照一些众生，普照一些大地。嗯，那就劝一些众生广做好事儿，广行善业。嗯，也就是换句说，就是令众根修习善根。嗯，就是法日普照，就是大这个回向菩萨说法利益众生。嗯，说什么法呢？愿众生修善业。嗯，愿些众生修的善业跟自己所修的善根同等同等。嗯，那这两种心就是常耐众生，不舍离众生，让众生跟自己都相等，相等，
心与众生三无差别，是平等心，平等心。嗯嗯，心清净了，再没有染垢了。心清净过就是不颠倒，不是颠倒心。嗯，咱们经常说颠倒，颠倒是有两种。嗯，颠倒有两种。一者心眼，怎么叫心眼呢？说你所化的众生心里还有一个，有个能化的我，就是我是说法者，能化导众生，还有所化导众生，这叫有眼。但是无眼呢，要什么程度呢？没有自他之相，没有能化导的我，也没有所化导的众生，这叫心清净，心里无眼。嗯，说智慧自在。嗯，说你这个知见的见，见这不是眼睛看见的见啊，心里知见的见，说看问题，看一些事物，没有个能，没有一个所，没有能所的知见，就心寂然不动，是寂然不动。那就是说，没有一个能化度众生，我是法师，众生是我所化度的，没有这个见解，没有这个看法。叫心静无奈，这叫心静无奈。咱们经常说不颠倒，这才达到究竟不颠倒。我们的心呢，总有一个我他。当自己做一点好事儿，帮助别人的事儿，自己非常喜悦，因为积累功德了，在功德已经落了第二性了，就不大了，不是清净心，这是有障碍的了，没有这个心。同时化度众生时候，把自己比成一个商主，这个商主不是说做生意的商主，是个宝岛，就像人说宝岛啊，宝什么，说这个寡能生长的善业，那些众生都住在南门道上，现在咱们住的道啊，是不南门道，是生死道，不是寂灭道。常生于忧患之中。菩萨教化众生时候，教众生修一切善法。那时候呢，就能入一切善法，就是能入于菩提道故。一切善法就随顺菩提道的。因此呢，常修善法入南闻道。同时以万恒之因，望着就你做任何事儿，不管大小，这都叫因行，因中所有的行为，把这个善根令它随时增长。增长呢，就能增长到成就。这对一些众生啊，把一些众生看成了是你同道者，是你善友，行善的道友。佛子啊，此菩萨摩诃萨，他是这样来利益众生的。但是呢，是以布施度为首，
但是这个布施度啊是法，不是财物，以法布施，嗯，这就是法师说法是在行布施度，以法布施。那这个法的布施叫清净白法，清净无染的。为什么说它是白法呢？白法是清净，趋向于一切自心，舍受趋向，让一切众生得到一切自心，就是以智慧为心。这是以殊胜的大愿大力，以殊胜的大愿大力才能达到究竟的佛果，能够成就众生。要想具足一些大威德，大威德呢就是具足像佛一样的实力，是无所谓，那就大威德了。像念观世音菩萨十四种无畏啊，那都叫大威德。必须依靠善知识，要想得到成以几大威德，那是不能离开善知识。以善知识说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候参的善知识，那时候他的心呢没有产狂，产是产取不真实，这时候他思想所思维的就是一切的智慧法门，所思维能增长智慧，达到无边境界。无边境界像说智慧没有边际的，而智慧小，你把小智慧观察观察，哪个是智慧的边际啊？没有，只能说他所执的事物，执的事物的多少大小，好像智慧有边际，智慧没边际，而他的智力不够。以此善根入世回向，愿得修习成就增长广大无奈一切境界。就是把你所做的事业一切都把它入世观，是广大的无奈的，不论任何境界相都入世。比如说我们磕一个头念一句佛号，你要是有限量的写一句就是一句啊，一句不是一万句。做一件小事儿，或者布施人家一点点东西事物，在这个境界呢好像是有限量的，但是你把它用法界回向啊，这个境界是广大无奈的了。这叫一切的境界。什么境界呢？无境界的境界。你观想法界性还有什么境界吗？这里头要那华严经的含义说，达到世事无奈的境界了，什么事情都不障碍。因为什么呢？心无障碍，心片于境，心片到一切境界相了，所以境也没有障碍了。境是障碍心的，如果你的心观下一境，一切境皆能成心了，成就都是你的心了，它没有障碍了，通达了。你达到通达了，你在这一作业到了极乐世界了，也到了不动世界了，只要一作业一面见，没有个长短距离大小方圆，一切都不存在了。
但是这种道理啊，你得行善知识、闻法，闻了法还得受持，受持就把它领纳于心。受持是领纳的意思，把这种道理领纳的心，心能成就了，一切无障碍了。同时，不是发回向愿吗？发回愿，在回向愿中，愿一切众生在这个佛教正教之中，或者是听闻一句话、一个计算，能够受此言说，那就够了，意义就无量。再见，有一位道友，他要出画技，出画技呀、演讲技呀，说有些才出一本，让我给他写四句话，我就给他写着：要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能把这一切唯心造的受持言说，意义无量。就是一句一句。假使有人想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怎么样修行的，怎么样发菩提心的，怎么样成正觉的，咱不说多吧，就说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发心的时候都是发菩提心，但是所做的事业的时候各是各，一个发心的眼目世界教化众生，一个发心成就一个净土摄受众生，都是净法。看来是两条道，一个眼一个净，但是到成就时候呢，这一个不止一佛两佛，过去无量诸佛，现在无量诸佛，未来无量诸佛，就是在佛的教导当中，你能够听到一句话。刚才我念的是一句，四句成一句，受持了，受呢就是领纳了，领纳了；持呢不把失掉，有没有手拿个东西，持着一件东西，不要失掉，这用心里啊。说法师在演讲法的时候，在佛的正法当中就是正教，乃至说一句说一句，他的意义是无量的，这就是法师的道理。说愿得意念与法界等，意念就是你的思维观察，意念意就常识意念呢，不舍呀，此不失掉的意思。常识这意念，但那意念本身就是修菩萨行了。我经常听到道友说怎么样修行，我说你受三规没有？受了。我说受三规，你不舍，常念三宝，这就是修行了。很多道友好像修行要有个窍门，佛所说的方法他不去认可，他想另外找个窍门，说念个咒啊，灌个顶啊，总想找便宜，便宜是可以找的了，不有善巧方便会吗？善巧方便给众生便宜，但是便宜只是要达到真实啊，其实平常的我念一句阿弥陀佛，那最便宜了，生了极乐世界，永不退转，直至成佛，这便宜吧？那每位受三规的时候都告诉你了，要持着三规就够了，
你念任何经典前头一定受三皈，做什么法会，皈佛皈法皈僧必定得受啊。这叫一句话之中含成无量义理。你要常识意念，这个意念就是法界愿的回向，回向于法界。这个事情本身呢很小也很少，但是你一回向就很大了，叫回向愿。那能够把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所有一诸佛，一念一佛，不是说让你十方法界诸佛你一念，你怎么一念呢？咱们这自理达不到，就一念一佛，念一句佛圣号就是三世一些诸佛，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就是修菩萨行，没有另外什么巧妙的。我们很多都好奇好意立竿见影，好多一信佛了就得佛菩萨保佑他发财，拿一万块钱想挣一亿，挣了一亿了想挣十亿，是刚入了佛门马上就想成佛啊，又断烦恼证菩提，这中间有很多过程啊，你必须得经过过程啊。直到法界，这个法界是无限量无量无边的，不论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些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诸佛成道。你要意念，这个意念的本身就是修菩萨行，行菩萨道。这得靠政治政见呢，是由愿，这个愿都是有回向啊，不要忘了回向，由愿就是回向了啊。那回向什么呢？我以此念佛的善根，这一称南无佛，一切众生一一世界尽未来际修菩萨行，以念佛的善根回向，我长时间经无量劫，我过去未来现在都入世来修菩萨行，这就是修菩萨行。若有一世界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皆已入世，都入世，就念一声阿弥陀佛或者释迦牟尼佛，念哪一佛都可以，念一个佛号，就是以念佛的这个善根，在一众生要人说要处所说一个世界，尽未来际，尽未来际也是现前一念心呢，你把这一念心扩与未来际一样的，我在一个处所就一世界，尽虚空遍法界一世界都入世。如果一众生，我一个众生，我一切众生以夫入世，如果我们这样设想，法师说法嘛都希望人多，听的人越多嘛好像功德越大，这个念头不对的了。一众生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还是一众生，就是念观念的问题。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知的问题，你怎么认识的，你应当这认识，一众生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即是一众生，
度一众生就度了无穷无尽的众生，度无穷无尽的众生还是一众生，亦多无奈，这时候以善巧方便，我们经常说善巧方便，度众生不是把佛经上背几句话给他说，这不行的了，把佛经那个道理汇纳于你自心，你把它融通变化了，使它能摄受的，用它能理解的，给他演说，还得投其所好。投其所好，他想发财，你劝他呀，说你要念佛呀，念的能发财，得念到什么样呢？念到没有我了，没有能念的我了，也没有所念的佛了，这里就发了财了。你给他讲的发财可是法财，他想的不是，他想的世间财。为什么？因为他要贪着五欲，财色名食睡啊，他一样都没放下，他只有一个贪，贪财。是随顺众生，所以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你说法的目的跟他想的呀是两条道，两条道。他想发世间财，你给说的引入到佛法，让发的法财，法财比世间法的世间财，世间财会失掉的了，法财永远不会失掉的了。说度一切众生就要以善巧方便，不是一时间一时一地一处，要尽未来劫发那个回向的大誓大愿来庄严。庄严啥呢？庄严佛果度，庄严一正二报。但是劝他不要离开善知识，庄无离佛善知识想，莫有离开善知识的想法。如果有这想法呢，那就错误了，错了就不能得到了，就不能常见诸佛了。如果常识不离开善知识，说你思想常想见佛，那你感应到诸佛现前呢。无有一佛出现于世，不得亲近。你发这个回向大愿的时候，只要有佛出世，你就现前，就能亲近，就能闻法，绝不遗漏一尊佛。哪尊佛出现，你以你愿力回向的愿力，你都现佛前。亲近诸佛，诸佛说的法你要接受，善知识说的法你要接受。说一切诸佛及诸菩萨呀，他们所赞叹的所说的都是清净的梵行，梵行就是清净行，清净行就是梵行，华梵兼说，华严就叫清净，梵语就是梵行，梵行就是清净行。是诸佛菩萨所赞叹的，你要修清净行啊，不但修，而且要达到成就，达到圆满。一下专解释清净行啊，还解决梵行，不破梵行，不缺梵行，不杂梵行，无点梵行，无思梵行，无能必梵行，佛所赞的梵行，三世诸佛所行的梵行，无奈梵行，
无着犯恨，无争犯恨，无灭犯恨，难住犯恨，无比犯恨，无度犯恨，无滥犯恨，无慧犯恨。嗯，这一共有二十个犯恨。但是呢，就是戒。清净恨就是不要破戒啊，要犯恨。不缺，不破，不漏，不穿，不扎，这就是得到前头讲的无作无否解脱。解的前世文呢，就是无作无否解脱，这是无作无否的智慧所赞叹的。这些犯恨必须得受住大定啊，没有定你是犯不犯不可能的。有些是一般通用的，有些是根本的。这以下一共有大概有21条解释这个的啊，解释这个的。大智度论所列的是戒，要是不缺就不缺戒，不破戒，不杂戒，不漏，这就是随修回向智慧所要具足的。这种具足你得有定力，随你的定力而居住的不犯。但是这里头通的性戒啊，就是你一起心动念就犯戒了，不是纯比丘戒，因为这是菩萨嘛，但这里也说到比丘尼戒。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四众、十众、杀盗淫妄是四众戒，十众戒是菩萨的十众戒。要犯了，就像这么一个茶杯，茶杯底下漏了，还能泡茶喝吗？没有用处了。这完全是指十众、四众。不缺呢，它指呢13波斯升起波斯杀戒，叫生残。残者就是这器皿虽然坏了，让你修补一下，把它补上。还可能用，其次呢，受持的方便，受持方便就是说讲这个缘，受戒持戒的因缘，每一条戒都具足有缘，几缘成犯，缘没有具足不算犯，只有一缘两缘还没到破戒。假如是说，举一条吧，钻进男女关系，如果是眼心、眼物心、不清净心，男性跟女性说话，女性跟男性说话，在的人无所谓，学道者以眼心互相交通，犯戒了。不要有什么其他事实。但是持戒方便的善巧方便，一定要懂得戒事，持戒的事项你要懂，
他的眼缘境缘你要懂，这条戒几缘成犯，开遮持犯，你要懂。同时要以清净心，一切心清净不犯，眼悟心一切皆犯，眼心共语犯，没有眼心不犯。但是人家古人说玉不琢不成器，那个美玉啊必须得把它雕琢磨了它成器。我经常给大家讲过啊，说两个师兄弟过河，过河时候看见怀孕的妇女过不到河，他很着急啊。他师兄说我背着你过河没关系，人家他就把他背着过河了。背河了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师弟说，是师兄啊，你昨天背着那女人过河犯戒不犯戒啊？他师兄说，我早都放下了你还背着。背着是他师兄，说的是他师弟，他师兄不犯，他师弟犯了。他犯什么？他心不清净，他一直怀念这件事。他师兄根本没这件事，背着过河就背着过河了，这件事过去就没有了。什么道理？好多戒条都有入世解释，就是有智慧，这叫善巧方便，是解脱的，无阻无否解脱。没有智慧的，看见一件事儿执着不舍，有作有否不解脱。咱们是讲回向愿，必须得讲缘。就像咱们一个道友是不是法器，法器说你已经破了戒了，漏了不是法器了，漏了补上了，补上还可以生法，法器。有些的根本连器皿都没有，他也没什么破，没什么不破，是大菩萨了。定心相应，他那定啊，定心跟他持戒的心相应了，他没有犯，没有不犯，他只有一念利益众生，他念没有，他念没有。这叫什么呢？一个是理，咱们是讲的大乘华严经啊，一个是理，一个是事。很多在事上看说这人不清净犯戒了，在理上他不犯，他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那么有些道友也谈论道济禅师，咱们就说书记书说的济公传，他在吃肉喝酒犯不犯？在事上是犯呢，在理上他不犯，他是立生的善巧方便。最后给他下四个八个字，疯癫济世，疯疯癫癫救济世间，假疯疯癫癫是的方便，好度人。咱们看见他喝酒，他没有喝酒，以酒度人，疯癫济世，以酒度人。但是这个普通，对普通说，对普通人说，众生都看见是事啊，看不见理啊，那他对佛教有影响没有？
人众生见不到理啊，众生只是见到的是事啊。那大菩萨，大菩萨很少现比丘相的了，大家看到了吗？看见菩萨都是什么相啊？比丘做人天师表，他必须得现庄严相，菩萨不是，菩萨他怎么能摄受众生方便？他是以智慧为主的，智慧为主的，嗯，他是事跟理，理和事，理事无奈了，事就是理，嗯，任何随机一法都不离开理。他不是依靠世间名闻利养果报来做一些事儿的，不是依着这个的。嗯，凡是能持和所持，能持戒跟所持的戒相，大菩萨他是自在的，他是运用他来利益众生。小乘的道果，二乘人不能够的，也不能效法菩萨。嗯，要菩萨比丘僧，地藏王菩萨现的毗皆子僧。嗯，地藏菩萨没有破戒的现象，没有实现这个方便的。嗯，这一定要明白。嗯，但是。不论如何的大乘菩萨回向的菩萨，他实现的，他所显现的，就是佛怎么样做，他怎么样做的，照佛所行，过去三世诸佛所做的，嗯，他能知道，他本身就通达什么是菩提道，什么是非菩提道，给菩提道、非菩提道，大菩萨他都无奈。菩提都是道，所以说不破梵行，不缺梵行，不杂梵行，这一切的是大菩萨的境界。这二十种梵行，前一是主，二十是别，所列的十种戒，十种戒都是相同的，十种戒是十种戒，是菩萨的十种戒。嗯，菩萨佛子菩萨摩诃萨要能为己，修如是清净梵行，再能为普为一切众生。大菩萨摩诃萨他自己修的是清净行，清净的梵行，那他就能使一切众生都能修行清净梵行，也能令一切众生难住，也能令一切众生开悟、开晓、开智慧，也能一切众生成就道业，也能令一切众生皆得清净，也能令一切众生没有尘垢、没有垢眼，也能令一切众生皆得照明，有智慧，有光明，令一切众生离住尘眼，六尘境界一切眼物他自离了，他能离一切众生离，令一切众生无障，无住障衣，没有障难，眼睛没有病，看得明白，就是知见上没有病，看一切问题都能理解，离住热闹，没有贪嗔痴烦恼这热闹，另一些众生离住禅法，五盖十禅数法，另一些众生容离住能，另一些众生无住恼害，毕竟清净。为什么？菩萨自己清净过。像我们末法找这样的菩萨难找，难找。
大菩萨示现的，他示现的并行，并行，示现不是清净行，那示现的身各个不同，和持戒的戒德，这一共明白有戒德，难住，难住境界没有缺犯。开晓呢，对开遮持犯清楚明了，每一戒能犯戒者求忏悔，你能明了他，他这缘具足不具足？六缘成犯，他六缘都具足了，犯了；六缘成犯，他只有四缘，还有两缘没有具足，那他不算犯，不算犯根本。那看他犯的情况如何。说不犯身口意，没有业报障。如果你身口意不犯戒，业报障没有；如果你还有业报障啊，说明你戒恨不清净，不清净。这里有很多问题了，这问答当中很多问题了。例如目犍连尊者是外道，把他打伤致死，还有其他的很多比丘的，难道他们还有业报障吗？这叫许业呀、佛在世时候，佛也示现呢，佛也示现。因为这是在小乘教义里这样讲，大乘教义里不这样讲了。但是呢，戒是四相，四相一定全着戒理，戒还有戒理呀、就是戒行啊，那行。但是理上不犯，事上犯了；事上四相不犯，理上犯了。这怎么讲？理上犯了，咱们前头讲的不着、不着、解脱。他说没犯戒啊，他又执着又束缚，不解脱，成不了道。对，达到，达到什么呢？达到了不执着、不束缚、解脱自在。假使你做这件事儿，无心，无心。你不感觉到，做了也不知道犯了戒了，没有起心，没有意念，没有尘缘，不犯。这个佛在世有这个例子，那比丘尼都是单住的，那被人强暴了，他到佛那儿忏悔，佛问他，你有快感没有？他说没有。你有意念吗？没有，你不犯，不要忏悔。但是这只是佛在世啊，佛不在世，其他的比丘、其他的僧人不敢这样说。要是事上他犯了，但是理上他不犯呢、说不犯身口意，没有业报障。你有业报障，说你身口意一定不清净。但是这里头有许业，有现业，有过去式的无量积累，这必须得圣人有这个智慧。但是呢，要搁大乘来讲，必须理事相通，理无奈故事无奈，事无奈故达到理无奈。说如果戒恨清净，一生两生他永远是清凉的，他没有无惭无愧，他有惭有愧。戒恨清净没有犯，离开了乐因乐果，没有乐因当然没有乐果呀。
这看具体事实，经上是经上说是普遍讲的，让你自己对照经典，你感觉你属于哪一种？何以故？为什么这样说呢？菩萨摩诃萨说，大菩萨摩诃萨他发菩提心行道的时候，罪犯行不能清净，不能令他而得清净。说你自己都不清净，你怎么能教化众生令众生清净呢？自于犯恨而有退转，就是发悔心了。那你想令一切众生不退转，没这个道理。自于犯恨有所失坏，不能令他无有失坏。你自己都有失坏，你想能帮助别人将他不失坏呢？由于犯恨而有远离，不能令他常不远离。说你自己不能远离，远离世间的烦恼，你怎么能令他不远离呢？由于犯恨而有懈怠，在犯恨上你有懈怠，你要懈怠了，你让别人精进不可能，不能令他心生心结，不能令他呀不没有懈怠。由于犯恨不生心结，不能令他心生心结。你自己都不现，都不明白这个经的道理，你想叫人家信，叫人家明白，能办得到吗？罪犯恨而不难住，不能令他而得难住，你自己都不能难住，叫人家难住，能办得到吗？由于犯恨不正入，不能令他心得正入，你自己没正入，怎能劝别人正入呢？自于犯恨而有放舍，不能令他恒无放舍，你自己啊就懈怠，放舍就不清净了。懈怠想令人家不懈怠，向人家不舍，能办得到吗？由于犯恨而有散乱，并能令他心不散乱，因为自己心散乱过，没有方法教授别人让别人不散乱，这是对照的了。说你自己如果不能制止你的过错，不能制止你的过失，你想教诲别人受你的教，没有过失，这是不可得的呀，也就是说办不到，这叫身教。言教跟身教相违背了。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住无倒行，他的行为啊没有颠倒。你自己做的无倒行说的是无倒法，这就对了。自己是如是做，也如是说，说言诚实，这样说如是述说修行，净身口意，把你身业口业三业清净，离入眨眼，诸无耐性，灭邪障，就是自己如是做如是行，叫一切众生也照样这样做这样行，你住的无耐性，能灭邪障，那去教导一些众生也能够灭一些障，也能住无耐性。说菩萨摩诃萨自得净心呢，先清净自己心，为他言说，清净心法，就是心法清净，自修何因？
和为贵啊，淫为高啊，也对什么对一众生是慈悲心，嗯，不是恼害心，嗯，忍受众生的痛苦是慈悲心，以大慈大悲进行忍辱，嗯，以这些善根来调伏你的心，也能令一些众生他忍，也能和，也能忍，也能啊以助善根来调伏己心，嗯，说你对这法上没有怀疑，嗯，没有悔，没有后悔，嗯，那你令他人呢也没有疑悔，换句话说，你给人家做榜样，你自己都还俗了，还劝人家不要还俗，哎，信你的吗？有没有这个事儿？有的，确实有了，对，有了，嗯，他自己，但是他也是善意了，嗯，他霸道了，他劝人家，哎呀，那个千万不要霸道，霸道苦难就多了。用啥呢？他说的是老实话，他自己霸道还俗受的灾害，马上就不如意，马上就不是那么顺当，他劝人家这条道是走不得。这就是另一种，说你自己要疑悔，劝人家不疑悔，人家不相信，不相信，嗯，说你自己得了清净信心了，得了净信了，你令他不坏信，却能做得到，说你自己不净信，让人家不净信，办不到了，嗯，自入正法，以令众生难入正法。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呢，说我们四众弟子，佛弟子，说你劝人家信佛，劝人入道，人家看看你在干什么。如果你表现的不能让人家信，人家能听你的吗？他不会听你的，嗯，就是说这些菩萨摩诃行道的时候，他除了他自证分，自证分他自己证道的，他自己证得的，完了他又示现一些个全巧方便化度别人，嗯，是不是先证自己后劝别人？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说你自己还没把你自己修理好，你去修理别人，他能信服你吗？他不信服。说法师难，说佛子菩萨摩诃萨佛以法师，以法布施所生的善根如是回向。你要怎么样回向呢？一下就说了，嗯，是吧？菩萨摩诃萨呀，他以法布施的时候，但是你以法布施的时候，要升起一些善根来，那把这个善根呢，要回向给一些众生，不要自己贪着不舍。嗯，这就像我们世间财物似的，这跟财物不一样的啊，嗯。不要是像梵网经说要请法师说法，要供养好一点，日食三两金，有的法师就说你不供养我三两金，我不跟你说法，这完全是错误的了。佛是那么样劝诫众生供养，而法师本身不可以的，嗯，说我们以法布施的时候，像我们诸位法师将来说法度众生要回向，怎么样回向呢？善根回向，是吧？我怀得一切诸佛无尽法门，一诸法我都怀得了，怀得无尽法了，这些法呀像门一样的通达，你学了这些法要通达成佛道，
普为众生分别解说。为什么分别呢？众生类类不同，普为一切众生分别解说，皆令欢喜。嗯，他耐好什么？闻他心所耐要的法，他闻到了，生了欢喜，那就满足了。摧灭一切外道议论，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很容易的。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在末法的时候，外道邪说真是多呀、啊，太多了。你必须得记住政治政见呢、啊，你政治政见配邪知邪见，把那些外道的议论呢、啊，就是把他那个看问题呀、啊、之间的见解给他修理修理，愿我能为一切众生演说三世诸佛的法海，于一法升起。依法的义理，依法的名言，依法的难力，依法的解说，依法的显示，依法的法门户，依法的悟入，依法的观察，依法的分位，悉得无量无边的无尽的法藏，悉得无边无尽的法藏，怀得无畏，具四辩才。广为众生说，分别解说，穷未来际，无有尽，四辩才啊，一个文字，一个语言，还有个义理，还有一个入法界性的性理，必须让人家听得。能够理解，能够信受，而这个很不容易，要分别解说，不是笼统的，不是概念性的，苦，什么叫苦？还得讲苦的性、苦的因、苦的缘、苦的果报，都要给他说清楚，是不是？得有辩才。没有辩才呢，众生一问就把你问住了，说不出来了，他就不会信你的了。要给一切众生分别解说呀，不是一句话给一切人都说。换句话说，对什么人说什么法，对什么机说什么话，不是那个机呀，你不要给他说，说他也不懂。你要把我们这个十回相片拿到一般去讲啊，没谁听得进去的，他不知道你说些个什么。像我们的读华严经的道友，像我们现在听经的道友，我们这比丘尼师父，他听久了，他都能入，都能入，起码能理解，理解他的文。文字所显示的词句所含的道理，的道理的完了，达到解脱。解脱就是能进入了，能进入了，进入他就不执着了，不执着就解脱了。为这些众生立圣子愿，除生无奈，无宁死灭。菩萨发菩萨心啊，生生世世啊，在娑婆世界利益众生。他无论现什么身，遇到什么环境，都没有障碍的，不会太错误。同时，给一些众生示导的时候。如果人家现在的众生，大家要求都要你给他回向，我不是跟大家说吗？将来你要学会哪个请你回向，你要跟他说明白，
我只是个介绍所，我不能给你承办。介绍所的意思，我只给你从中介绍，得到加持没得到加持，有感没有感，菩萨应没应，那得看你自己。换句话说呢，我们不负什么责任。但是我们是不是加上一点呢？加上一点，加上我们自己的这种功课，加上我们自己的行持，给他回向。但是他的业障重，我们的力量薄，力量不够，那就介绍菩萨，菩萨力量是够的。这样子为什么呢？他对你没抱怨。不然他说三宝不灵啊，说你这师父给我回向不管用啊。我当初就跟你说本来就不管用，我只是介绍，你信就信，不信那就算了，回向我还是给你回向。这叫无私拗，菩萨是无私拗的。但是你这个介绍人，刚才前头说了，如果你不修行啊，你介绍还是没用。如果你持的是地藏法门，或者你修的是观音法门，那他来求你就给他讲观世音菩萨，我只能介绍你给你观世音菩萨。因为什么？因为我自修这个法门，我只能给你介绍这个。就是换句话说，我只知道这个介绍所，知道这个医院很好，这个医院你去住去吧，能把你病治好。但是呢，是呢，两面呢，不是不负责任啊，是自己力量不够，他对你的信仰力也没有那么深。你这么一介绍，他对诸佛菩萨信仰力是有的，意思就是效果大一点。说菩萨因为要想利益众生，生生世世不舍离众生，这叫圣自愿。这些回向的菩萨，他是不脱离众生的，生生世世菩萨没有一件事儿，哪怕很小的事儿，为了自己没有。因此呢，所以他圣殊胜的自愿所出生的要具足福德智慧，跟他自己所修的不会有错谬。为令一切众生皆生欢喜，说菩萨要想使一切众生皆生欢喜，那他所说的法门众生都生欢喜，不管误入信解种善根吧。那菩萨他的愿力，一切法都是清净的、光明的、没有障碍的，随其类因，哪一类众生听到是哪一类的音声，菩萨皆能做得到的。而不是说一回两回、一段两段，演说无断，没有间断的时候。唯欲令一切众生身心欢喜，说法目的就是人家信呢，他信的时候很高兴，欢欢喜喜信受。由这个信受就能得到智慧，要注一切字，能够住到这个智慧上。住在一切字上，他对一切法呀就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变了一些诸法，使得在一法上没有迷惑。没有迷惑，那菩萨就这样想了，做四念言，自己心里说啊，自己跟你说，做自己四念的，
我当普与一切四生，我当普与一切众生，下句话就是诸众生，我当普与一切这世界做什么呢？唯诸众生精勤修习，这下头全是我当普与一切众生，在一切世界上唯利一切众生精勤修习，我自己不精勤不修习，众生不能信受。行的时候要精而不存，精而存，精是存的意思，勤是尽的意思，存精进。好比我学华严就学华严，不是学学华严念佛去了，学学华严又拜忏去了，但是你是大菩萨行菩萨道，这类众生他听华严听不进去，他要请你带他拜忏，那你就随顺众生带他拜忏，这不是你自己行，这是随顺众生。得骗法界无量自在身，菩萨要利众生，你身得自在，你身不自在受业报所限，你有没有那个应身，也没有化身，所以这个是说骗于法界无量自在身，包括了大化小化随类现身。得骗法界无量广大心，心量广大一点就是能容，能容天下难容的事儿，你心里都能容忍认可，必须心量广大，还得具足等于法界无量的清净音声，众生啊闻着你的音声就生欢喜，他不接法意，但是他听着你的音声生欢喜，能够进入现等法界无量综合道场，无论说法利众生难助众生，你得有个处所呀，得有个行道的处所，得有一个说道的处所，得有个正道的处所，没有处所你在哪儿说呀？站在露天地里说呀，对，得有一个道场，修道的处所，修等法界无量菩萨业，法界无量，菩萨发大心所做的菩萨事业无量，因为众生无量故，众生的爱好无量，菩萨为满足众生，所以说修了无量菩萨的业，菩萨的业是随顺众生的，众生的什么业菩萨就以什么业来化导众生，得登法界无量菩萨住，菩萨住在无量法界，这个法界没有限量的。那说他的正德呢，正等法界无量菩萨平等，跟一切诸菩萨都平等，主菩萨跟一切众生也平等，因为什么？法界性平等故，法界是平等平等，所以菩萨看一切众生平等平等，菩萨绝会不嫌弃众生，越苦难的众生菩萨越发大菩提心，学登法界无量菩萨法，菩萨要利益法界众生，那法界众生各有各的学习，各有各的爱好，说菩萨都得会啊，说菩萨要学等法列的无量菩萨法，法就是方法了，度生的方法，菩萨凡觉有情，想觉悟有情，得有很多的方法，靠一法不行啊，所以佛说大藏经就告诉我们无量的方法，
我有方法还得有实作呀。住在菩萨无量菩萨行，菩萨都要做佛所说的教法，菩萨都要去做，做完了自己才知道这个做的对于此法做的过程。例如说我们拜忏和念佛，菩萨领导了一些众人念佛，菩萨必须得知道念法到什么程度了能够消业障，到什么程度了能达到一心，到什么程度了能开着智慧，众生才能引入。完了说到回向，菩萨做任何的法，做任何事儿，那个回向的愿呢，无穷无尽，也是等法界无量。咱们一天不晓得生了好多念头，满一念马上就回向，说我起个贪心，贪心马上就回向，愿一切众生不贪，愿一切众生无贪，那你自己就先断贪了，知道这是错误的，错误的反过来回向，愿一切众生离贪嗔痴，这等法界回向。此为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而为回向，为令众生悉得成就一切自供。总结上头的了，菩萨先要自己修，修得到了，有了道德了，再摄众生。如果自己没有德行，摄入众生摄受不到的呀。想令一切众生都能入佛，行菩萨道，达到究竟成佛。菩萨自己得先做表率。今天讲到这里了。